各位大家好，我人现在是在 The Mice。这个钓点，我犹豫过到底要不要跟大家介绍，因为我不知道这里是否合法钓鱼没有。但是因为有那些 security 过来看我们钓鱼，又没有驱赶我们，所以我感觉上这里是应该属于一个灰色地带了。所以如果你们想钓黄帝鱼的话，可以来这里找。这黄帝鱼真是很多，但是要用路亚来钓还是有一点点挑战性，也要抓到它的窍门才有办法钓到它们。我们不要错过早上这段黄金时间，我们边钓边说。为求开壶，我们第一轮先用锚钩来玩一下。所以这些是属于高压场，所以也是用那种比较少的路亚会比较好，所以就是这个原因呢 BFS 的存在。阿斌哥咯，唔记得系咩咗？错错错，哎呦，哎呦，家伙，我钓上鱼咗我，你坚持不要用上，坚持不要，坚持坚持坚持，想吃白果就吃，坚持坚持，啊，坚持。做牛牛肉这样小吃的啊，这个厉害嘞啊，像生鱼仔吧，哇啊，中加的哦，五 gram 新兵的哦，也不算新兵，我觉得有鱼它也是咬啊，鱼还是咬哦，应该也做了技术也是差不多了哦。嗯，中。用鱼观摄影机。那、啊、有没有拍到？刚才也不懂啊。有拍到啊？不懂，不懂拍到。没有，还有，还有，还有。有啊、来，中了黄帝鱼。我看一下。看呐。来，放好看。你不要去抱水啊！啊，钓放，你不要去抱水啊！用这个米诺中了，伊顿的这个米诺，一换就中了，他跟住来哦，真棒啊，真棒！我石条石仔度病喺度啊，有石。病喺嗰啲，睇到水嗰度有啲柱头柱颈。喺嗰支鐵。哦 ，OK 嘅。唔係你跟，你哋我跟嗰堆魚仔喺邊度？魚仔喺邊度？佢哋喺下低嘅。落架，落架。哈？停！哦哦，哟，咁劲啊，咬到断啊！哦，咩嚟啊？嗰啲啊，多慢啊！哦。
哦，香啊！哇，落架落架！哈哈哈！坚持坚持。你刚才看到我朋友是用那个活的小鲤鱼来钓，就是落架落架，但是体型不会大了，大概是15到20公分左右了，那些体型。如果是你还欠一张皇帝鱼的来生的话，就可以来这里拿一下，而且这个地方是非常方便的，你停车是直接可以到了。看到后面呢，现在是钓了差不多时间了，然后看下雨了。再钓一回，买鱼就撤了。不会拍啦，啊，心对对你的肝有。是我讲那个还要脱掉啊。哦。跟个一下弹上嚟洗到你。哇，大啲啦，大啲啦，爽啊，爽啊！哎呦，我觉得头都唔知喺边度。系咯，头睇唔到喎。又大哦！哦，有90啊呢只。哦，冇带到我嗰个尺嚟啊！哎，我个尺都带咗嚟啊！睇到你靓仔啦！我等下先啦，系咪咩相上嚟？咩啊？系啦，嗰边好啲哦。OK。来，你来来来，收手机，收手机，收手机。哇，第一次拉到挖钩子不肯上水面的嘞。哎，昨天我钓了钓，过七几多钩，八几多也是一直走，摸不到。突然叫我的，我把钱搞。你们这个很短的。系哦，得意可以伸哦。哦，温江温江，看要不要？野山了吗？一定要上。哎，温江，看要不要落点上来？落到山。啊，摆样到大大个啊，喺度。嗱，温江，大家都跟爽的。哦。哎呦！落到山，落到山。包哭包哭，呼！唔得唔得，俾一俾玩下先，俾玩下先。咁大条！十二磅啊？六 K 都唔到。冇嚟咁細條啊！十二磅差唔多六到七啦。哦，準嘅呢個。哦哦，呢個唔止啊！唔止啦，咁大條。嗱，交俾我。哦。哇！哎子。真的。我一般就是这样。哦，你呢？耶，我要拿上来哈，到这里了。来，一二三。
哈哈，排到湖，要排到湖了。要排到湖 ，OK， 一、二、三，啊，你看 OK 吗？之后有，应该还有更大的。差不多了，嗯，放心。哎，你的时间来来来。OK， 来，垫后放，垫后放。嗯。OK。OK。OK。踩点不呆哦。小心小心小心。踩点不呆哦。喂，老弟说，老家老家。哈哈哈哈哈！不同语种啊！过吧过。哈哈哈哈哈！今天咁容易都未叫过过。对吧 ？Thank you， 走。城市钓点真的是要靠大家好好的维护，因为像这样的钓点其实真的是不多，还有这样多鱼。这条河里面有深鱼，有斗鳗，有皇帝鱼，有。红魔鬼，还有七八八的杂鱼也是有，因为这很多人在这里放生了一些，所以有这样的一条河流，希望大家好好的维护，然后就是希望大家都是钓后放，但是我们还有鱼钓啊，继续。如果在你想一个在一个小周末小搞搞的话，就可以来到这里来玩一下，真的是不错的选择，至少这里鱼真的是还真的是蛮多的。只是你要找到对的方法来钓。你们看到吗？我身后的车，他们在那边炸歌，然后是有人抛仗，直接抛仗直接炸进水里面，所以我真的是钓不下去了。不过这个点是有皇帝鱼蛮多的，所以如果你们要拿钓皇帝鱼是不错选择。这次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。喜欢这个视频的请按赞、订阅和分享。OK， 加油。